婚姻关系一个高龄化的关系哦，咱的这个啊中辈时代的这个%去高达到19.7%哦，所以也是恭喜咱全国哈啊伫前三名的这個高龄化，甚至咱有真侪乡亲哦，拢总到外县市去拍拼，所以伊的时代人吼留伫咱婚姻关哦，咱的婚姻关政府特别哈爱需要照顾了哈，所以伫只阮嘛要予咱的所有立国所以同乡，甚至咱的这个啊青年朋友啊，咱做事实吼，会当安心啦吼。所以万一呐拄到咱的时代人要出院的时阵呐，啊住院要出院的时阵吼，咱透过咱所有婚姻馆来所有的病院啊，16间病院吼，有咧住院的在16间病院吼，咱拢做一个出院的这个准备。啊，出院的准备啊，评估咱吼，啊所有做时代人吼，伊本身出院以后，伊的需要什么款的照顾，啊需要什么机构的服务啦吼。啊，当然呢，阮的卫生局吼，透过20间的卫生所，啊，因为咱已经创台湾吼之先吼，已经成立吼长照科了吼，所以咱每一个长照科有派这个吼这个照专哦，伫咱的这个卫生所内底，所以卫生所会当第一个时间吼，第一个就近就地哦，来跟咱的中辈时段服务。那在政府方面，它有一些长照的资源，但是有一些不符合长照资源的话，我想非常谢谢云林县政府跟卫生局，他们特别关心这方面的人，所以他结合了这个卫生局、卫生所，那还有各家医院，还有各个这些民间的机构，让他们可以给他电话的关怀，然后提供相关的长照的资讯。我想这是我们云林县，这个县民的这个福气。那让出院的民众可以很快的衔接到长照服务的资源。那现在政府针对长照资源也有照顾专业服务、喘息服务、交通接送，还有辅具无障碍环境改善的服务。所以如果民众有任何长照的需求，只要记得可以拨打1966，那我们在地的我们的县市政府，包括卫生局，还有照专，就会到家里来进行评估。方便的照顾吼，咱也有长期照顾的问题吼，除了透过出院准备服务以外吼，嘛会当洽询阮吼各地各乡镇市卫生所吼，阮拢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吼，希望乡亲吼免歹势，大家多利用安尼。补办着出院准备了吼，来接到咱长照的无缝接轨，爱当享受着这长照的资源吼，这嘛是我非常的关心的一个这点。啊，伫咱北港镇这搭遮，因为资源有咱北港妈祖病院甲咱斗相共，所以伫这部分吼，我嘛得到足好的资源。啊，希望吼，阮会当，阮的店面会当来这个用着这个资源，哦，大家有帮助。